係啦 ，Kenneth 講得一啲都冇錯喎。嗯，因為咧由加拿大中文電台同埋著名偶像劇製作公司可米製作合辦嘅 Sunshine Nation 2008招募行動現正展開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如果你都係16至25歲嘅亞裔少男少女嘅話咧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可以帶你進入藝能界嘅機會啦。係啊，比賽嘅訓練咧仲包括儀態啦、catwalk、舞蹈同埋口才嘅，而且獎品仲非常之豐富添。而今年的特別表演嘉賓咧，仲係超人氣偶像組合飛輪海的 Kelvin 陳奕如啦，同埋 Aaron 嚴亞倫嘅。咁而 Kelvin 陳奕如咧，更加係2004年嘅 Sunshine Boys 冠軍嚟噶。如果你都想你嘅星途好似佢一樣咁光嘅話，就記住快啲嚟報名啦！截止日期咧係7月18日，咁詳情咧就可以上到我哋嘅網址 www.am1470.com， 或者咧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嘅喎，604-295-1234。係啦，咁我知道啦，我哋新聞部亦都準備咗一個節目㗎，咁不如而家咧就聽下佢哋會同我哋講啲乜嘢啊？